家好，我是宝恩，来自马来西亚的柔佛州。我小时候呢就非常喜欢歌唱表演，那也参加过了非常多的歌唱比赛。妈妈，我的妈。我选择林宝恩来演这个角色，因为我觉得第一点，他是在歌台长大的。我很喜欢的就是在他的眼里哈，在他很童真、很纯真的眼睛里面呢，带有一些一丝丝的那个忧伤在里面。我其实也是观察了他大概有一年的时间，他很符合我脑海里的这个角色，所以我就把他请来演这出戏。敬请留意，今年八月，《十二莲花》与您见面。八频道是电影《十二莲花》的指定宣传电视。